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犯规的女神，这也太美了吧！你们这一套实在是很犯规，非常非常的犯规。哦，不管是这个前面、右边、左边的朋友哦，统统都可以捕捉到这个画面。好，这是我们前面的摄影镜头，而且呢，这前面应该是我们这次的赞助单位吧？没错，马上四峰啊、秋风啊，对，很多人。法比不要每次都进去破坏画面，你们可以帮我遮起来吗？女神配一个女神经病啊！不要，有没有？我会完全 hold 不住。啊，然后酒后吐真言，我跟你讲，欢场无真言，对不对？赌场无真言，对不对？然后来，哎，你们可以靠近我一点，然后帮我遮起来这样。好，可以哦，来看全面。